接着出场的是台南女中，那台南女中之后呢是国立白河山峰起始准备。台南女中指定曲校歌自选曲豪情，代表台南女中参赛的是台南女中第一媒体传播社及台南女中旗队。台南女中旗队是一队的前导队伍，带领媒传社进入赛场，而媒传社在学校每天中午午餐时间广播节目，透过以声音多元表演展现社团活力并带来欢乐。今天我们也要以热情活泼、创意活力展现独特魅力，请拭目以待哦。那我们掌声欢迎台南